你几时发现自己是gay嘅？几时啊？我想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吧。我不觉得是广州特别棒，我觉得是我在哪个城市就非常棒，只要我是活我自己的生活。在很多年前，就是我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，也不敢去交往同类的朋友。因为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女生都会，我觉得也许我妈她可能有若干种理由不能接受同性恋，但是作为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应该顾及她的感受的。即系依家最美好嘅一段感情系咩咧？都系第一段啦，之后啲并唔上，或者因为之后啲感情对于我嚟讲，为咗使自己唔好咁受伤害，我都系比较快咁退出。套用一个标准的话，长度、粗度、耐磨度。那个时候，就是那一段岁月，是我这一辈子当中我觉得最值得回忆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和他的父母，很生活的很和谐。最尾都要求高，就成日喺度怨啲世界上点解唔俾啲男人俾我拣下，点解成日拍唔到拖啦？想，每天早上煮早餐给他，然后就是你真的是，比如说两个零的话，你真的有些感觉你是没有被体会到的。但系同性恋乜唔系好多人都话破坏自然规矩嘅咩？我觉得同性恋都是自然规矩之一嚟嘅噃。我不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接受，我只希望更多人去包容这一切。